小姐，我们画展已经结束了哦。小姐，小姐，朱碧姐，怎么了吗 ？Hello， 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的画展已经……伦敦艺术大学是不是这几天就要放榜了？可是既然申请的人这么多，我们真的有机会吗？没事啦，我们一定稳上的好不好？而且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在外面租房子，然后每天看帅哥吗？那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扬长而去哦。白痴啊！我画了脚差点被毁掉了。朋友，对不起嘛。没关系。再不走，飞机就要来不及了。啊，你真的要走了？哦，你干嘛啦？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只是先去参观一阵子而已啊，很快就回来了。那你要注意安全哦。好啦，等我回来再一起把画画完好吗？哦，好啦，是什么好不开心的啦？走啦，我带你去嗨啊！可是我还要回家哎。哦，不要再画了啦，休息一天又不会怎么样。不是啊，我还有作品集还没有完成呢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啦？哎呀，走了啦！走，快点走走走走走。要是都是小心机，不小心就是不了你。哎，那来前 EP 在吃东西的啦。哦，你走开吧。哎，之前不是都看到你跟谢雨辰在一起吗？最近他怎么都没有来学校上学？他去英国参访了，过一阵子要回来。哎，对，啊，你们今天不是说一起去吗？啊，我就没上啊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明明就比他还厉害。可能教授比较喜欢他吧。啊，他就这样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哦。如果是我，我一定会留在这里陪你。啊，来啦！我跟你讲，你那里甩甩就，不然你还甩微博呀？点啦！我不懂得怎样你语说一直说好想你，而说来说去又只想让你开心。湿湿的，湿湿的，往上坐。那我坐这儿。
下礼拜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夜店啊？可是我周末要去画画，不要去了啦！每次约你，你都说你要去画画。哪有？下礼拜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夜店？不要跟我说你又不敢了。Take off your bikini, hey, she a love freak, let it ski ski, beat it like Billie Jean, then I say yeah.好啊，等我一下哦。你就整个变一个人了，就跟你说我最近很忙呗，你算我可以结束啊。对，我就是不爽，我们这边就说好做什么事都一起，现在好啦，自己出国留一个人在这边，然后还有脸问我发生什么事。既然如果换作是你出国，我一样也会全力支持你啊，而且朋友不是本来就应该要互相体谅吗？体谅你你先倒一手手就拿滚出国啦，还在干嘛？哎，黄专业，那我们要听。我刚就问大家说，毕业之后要去大学混个四年，还是去龙哥那里做柜台？我不知道哎。可是你们这样整天混日子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不是啊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大学毕业还不是找不到工作？难道你们都没有梦想吗？哦，梦想嘞。写那么假哦！我是觉得啦，还是实际一点啊。不要跟我说你还想做画家，这种不切实际的东西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。你真的跟谢雨欣都一个一样哎，读好大学有什么用？当画家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赚不了钱的废物。说谁废物啦？你整天混吃等死才是废物吧？臭仔臭仔啊！现在谢雨欣都已经不用你，现在还想怎样？到底关我们屁事啊！你的麦克风被送掉了。
最近好吗？